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小黄车游戏。咱们又接到任务了，我们又得出去灭火喽！看看咱们这一些队员跑的也是挺快的，是吧？今天好像咱们要出动两辆小黄车。这个哥们不是上我们车上，我以为他要上我们车上了，是吧？咱们都有开车了，然后他才过来。咱们拉响警报，拉个紧急出发，咱们右转。哇，这个地方的人行道好宽呀，是吧？人行道比这个汽车道还宽了。它属于是慢车道，这个慢车道跟人行道是一体的。咱们左转啊，这样的话，咱们这个消防车这种颜色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，是吧？咱们这个还好，一眼看出来是消防车，但是咱们前面这一辆的话，看起来真不像消防车。好，咱们进入这个，哇，这里有一个火车。哎，这哥们，你咋开车的呢？咋停在这里了呢？哎呀，我去，我也是醉了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知道咱们怎么停啊？咱们没办法，只能上慢车道，只能慢车道开过来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这哥们，以后你这样停车的话，真不行。看后面还有的，还有消防车的，你这样停的话，咱们抢过来，有点乱，是吧？完了，咱们下车吧。然后把这个拿下来，然后拿装备。这个咱们好像只要拖个水管就能直接过去了，灭火。但是有时候这个游戏的话，它是要规定咱们用什么东西的啊，这个好像没看出有啥规定，是吧？咱们直接也是要用这个接头的，把接头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咱们拿水管出来，把水管出来，把它接上。过来拿这个接这个消防栓的这个柱和这个大管子，还有这个头盔，哎，怎么拿不到？是吧？好，咱们把这个接上这个消防栓。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消防栓有点漂亮，它是在地底的，是吧？地上的，然后又怎么好像对不上？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这咋不会动了呢？是吧？按 Q 啊 ，Q 是背啊。哎呀，我去，这尴尬喽！漂亮！咱们刚刚是没对上，是吧？太尴尬了，把这个管子抽出来装上。咱们抽出来，然后接上这个消防栓。这个好像都有咱们亲力亲为呀，这么多人站在这里干啥呢，是吧？打酱油的，你看这里，这车烧的这么厉害呀！哎呀，我去！太难受了，好吧，通到这边，到这个车上吧。然后怎么弄？怎么让他们弄？然后从车上接上水管过来。
但是怎么没看到有水管呢？咱们这一期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